哎、欸，不过我觉得，哎、欸，花莲人真的漂亮、欸、啊，你觉得呢？当然漂亮啊！对啊，花莲哪个女孩子不漂亮？说没有，这好美，这个皮肤好美。你有没有打工过？还是你根本不用打工，你就包租婆就好了？收租啊，收租啊，多偏不模仿这。家人蛮有机智，最后都摆那张、啊，一直撞墙，一直撞墙，一直撞墙、哦。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，而且他们都活很久了啦。对啊，而且有一些会老狗痴呆症，然后他们会一直旋转撞墙做同步的事情。啊、嗯，那看得真的好心疼哦。都会有撞墙期的啦，没关系。那刚讲到那个低潮，后来到底是怎么转换过来的？我们那时候是我小孩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能再这样子。”他说你这样我们也都会难过，然后我就想说好，那我总要做点事情吧，以前都是 Dolphin 在为我们做事，那我现在就换我去推广这样子，宠物友善餐厅这样子、哦、那老板那时候陪伴就很重要了，有啊，就尽量不要靠近他自保嘛，蛮少点红台妹啦，老外的节目到底要感性还是哎、欸，高丁，我们在车上开场就是要做坏事。对你很坏，大来宾，你要叫他又要干什么事情、啊、我们要让阿汉突破一下。这一间呢，它叫惊奇咖啡，这个店家很善良，然后有很多的故事。那等等，故障你就先不下车，让阿汉自己先下去，好不好？在花莲那么红，在地的很糗。你进去，麻烦你直接到柜台随便点一个餐。点完说，哎、欸，我没有带钱呢。那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那个阿汉po影片的阿汉。欸就是九天玄女的阿汉，就是软月家的阿汉，寿司都不想做。不啊，你要突破，因为你是什么？你是演员呢、欸。阿汉，哎、欸，你要那个，我要个冬兵妹。那因为我今天没有带钱，我想说我是名人，可以免费吗？可以，我可以帮你降落。好，真的。嗯。那可以帮我选一个比较隐秘的座位。座位。对对对，我内用这样。Hello， 老板娘在吗？刚刚你在跟谁对话？他吗？刚刚跟那个弟弟。啊，你刚刚有点东西，然后你有说不要付钱吗？有。然后呢？我说好。你说好。那真的蛮快，我想怎么那么没有讨论性？嗨嗨嗨嗨嗨。嚯嚯嚯！哎，九天玄女降落降落，你看我都把九天玄女请到这里来，嘿，来，老板跟老板娘回来，但是他不是你的粉丝，他刚刚是直接在干嘛？降落！巡逻车来到了花莲，你们是唯一一家阿汉陪我们来走的店，真的真的。真的阿汉刚刚一开始先进来跟店员讲，可不可以不用算钱这样？哎，你们员工说。好啊，对，这个节目效果就不成立了。对啊，所以你可以到处去骗吃骗喝哎，花莲。我真的不敢呢，谁敢呢？今天试过了，是成立的，成立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才没那么不要脸。哎，不过我觉得哎，花莲人真的漂亮啊，你觉得呢？当然漂亮啊，对啊，花莲哪个女孩子不漂亮？说没有，这好美，这个皮肤好美。你有没有打工过？还是你根本不用打工，你就包租婆就好了。收租啊，收租啊，多。我偏不模仿这个。啊，打工的经验是什么？我就帮人家剪名产，剪的小小块的。对。哦。路过的就发给人家试吃。然后我都会用很不自私的讲话方式，我很喜欢去打破规则。比如说他们叫我讲欢迎光临，我就不讲，因为觉得欢迎光临很难听。那你就讲一大下一马塞，一大下一马塞。哎呀，哎那个公生今天都还没有出现呢。哎，当然我真的从日本我来这边，我遇到那个老板娘，她也长得漮亮。很怪。三一一地震的时候，我们台湾捐这么多钱，你们有没有很感动？2011年的東日本大震災はすごくね、台湾からの応援していただいて、すごく感謝しております。感謝感謝。感謝ですね。对对，我也很感謝你们日本啊，拍了很多片子，陪伴很多年轻时刻。做善事吧。做善事。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啊，但他就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以后想要做什么呢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开一间咖啡厅好了。”所以，我跟我老公就开了这间店。就没想到，做吃的是最累的、欸。对。那这11年有曾经想要一度把铁门拉下来过吗？只有疫情的时候。餐点的把关，你们应该也是严格的，对不对？比我妈严格一点。
这是什么标准？这是什么标准？所以你妈的料理是很厉害。哎、欸，我妈煮的东西起来真的是不错吃。所以她有时候带朋友来试一试，她觉得哎、欸、不 OK， 马上就会跟我们反映。问题是、欸、老人家的口味跟年轻人不一定一样啊，对不对哈？对，是不是？哦，就是，太假个没事。我说隔壁的姐。没有没有，继续。哎呦，其实很多客人每次来用餐，都会发生一些很多很温馨啊，然后很感动的事情。有一对老夫妇，一个礼拜都会来用餐一次哦，就很规律的来这样子。然后有一次他们就没有再来了。就是、我是想你要问什么？没有，我想要帮他通灵。就那老先生就过世了，然后老太太有一次，他儿子带他来了，他就说他以后不会再来了。你是说大姨妈吗？还是一个月来一次？一个月。好，然后嘞？对，然后他就儿子就带他来，然后就跟我们讲说他不会再来了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。哎呀，害我一直笑，你忍住的。对，然后结果呢，那个老太太来用餐也在哭，然后她就说，因为这里有很多她跟她先生的回忆，对，然后就没有来了这样。但我也是能，哦，老先生，我打破节奏的不是。但是老板娘，我懂，因为爸爸离开之后，我妈有些店她就都不去了，有点会触景伤情、啊。对，会就一直想到哦，爸爸以前来这里喜欢吃什么品项，那、以前都是爸爸外带给我们，现在是换我们代替爸爸买给妈妈。嗯，然后也会买给我。那开店成立的过程，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聊一下？那时候我们开这间店，我有一只狗叫 Dolphin， 也因为大家都很喜欢 Dolphin， 就会带着他们的毛小孩来到这间店，跟我们大家做朋友，来交流。所以你这家是宠物友善餐厅吗？对，是去年才正式的跟大家说，我们就是宠物友善餐厅，然后并且把这个概念推广出去，这很重要。那假设啊，没有分狗的种类，哪一种种类不能进来？比如说来自超大的土狗在这里大便，狂大。有一次有一个客人，他是带了一只獒犬。哦，那也很大，那很大，那也很大只。摸我是会怕怕的，我自己摸会怕怕。他想说你是那么漂亮，算了，不咬你。还好我没有摸。还真没有摸，所以后来开了，当然就慢慢会有一些同好，哎、欸，这里是宠物友善餐厅，变成大家聚会的一个地方。对啊。然后后期的时候，就是 Dolphin 过世了。那过世的时候，其实，在那一段时间，当客人提到他的时候，就是情绪上来了，就会有点失控。因为有些客人就专程来看他，就眼睛就湿了。对，很让我感动的是，也是一对夫妻来，然后他们用餐完了，然后想说他们的东西是不是遗忘在桌上。要拿出去给他们找不到，后来发现东西旁边有一个小卡片，他就写说他不敢转交给我，就是一个我们狗狗的一个盘饰，然后就写了一些跟 Dolphin 说的话在上面，然后也把 Dolphin 的脸印在上面。对，这个是我蛮感动的，所以就是也算鼓励我们的一个动力。不知道你知道，像我养两只嘛，你养一只嘛，你看养狗人最后悔的是什么？养狗。你看，我跟老板异口同声讲出来，养狗的人最后悔的就是养狗。那个情感其实也是跟自己的家人一样。其实说真的，我自己很怕有那一天的来临。我也很怕，我很怕。你家的狗老了吗？现在五岁了，五岁还年轻，还早还早。我家的九岁，然后五岁，那你要担心了。九岁，你讲话客气一点。家人蛮有机智，最后都摆那一张、啊，一直撞墙，一直撞墙，一直撞墙、哦。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，而且他们都活很久了啦。对啊，而且有一些会老狗痴呆症，然后他们会一直旋转撞墙做同父的事情。啊、哦，那看了真的好心疼哦。对啊，都会有撞墙期的啦，没关系。那刚讲到那个低潮，后来到底是怎么转换过来的？我那时候是我小孩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能再这样子。”他说：“你这样，我们也都会难过。”哦，反而小孩子在教育你。小孩子跟我说、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总要做点事情吧。以前都是 Dolphin 在为我们做事，那我现在就换我去推广这样子。宠物友善餐厅这样子。哦，那老板那时候陪伴就很重要了。有啊，就尽量不要靠近他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啊。他那时候情绪很差，就对了。对啊，情绪很差，这也是自保嘛。买少女红台妹啊，口外的节目，到底要感性还是？
所以那时候你就尽量远离他嘛、嗯。那时候老婆情绪是怎么样？就是剩一个躯壳了，没有灵魂的躯壳。哦，就有魂无体，亲像稻草人。你印象可比是海上的波浪。有时起，有时落，好运歹运，十摆朝起工来行。三分天注定，四分靠打拼，爱拼才会赢。对啊，所以你看，老板娘还是走了出来。我把对 Dolphin 的爱就是给所有的客人带来的宠物、嗯、但现在还是会想他吗？会啊，只要看到照片我就会想。看到照片你还会哭吗？不会了，不会了，反而是会去想什么你跟他开心的回忆。对，这是他留在这世界上最棒的证明。虽然我没有带狗，但我自己爱狗，所以就算是来赏狗也算不错啊。阿汉是狗派的。OK， 选吧。嘿嘿嘿，好了，好恶心。不要，不要恶心，因为他刚刚伸舌头的。因为我是老人家，他就会觉得恶心。谢易宏来，哦，就很爽。来，谢易宏来了，快快快，来来来来，会吗？然后我在想说，没有开玩笑，好惊奇哦，跟太多太多太多。